Hello，我都戴个耳机啊，应该不用戴耳机吧？戴我耳机，OK 吗？听得到吗？主要人脸太小了，人脸要多大啊？我现在是在游戏区，游戏区游戏是重点，好吧？你们慌啥？我都没慌，慌啥？有什么好慌的？听到游戏声音吗？可以的吧？我看一眼我自己好了，让我看一看我自个儿。声音有点小，真的。我画面声音小吗？麦克风声音好吧？哦，我画面我可以调游戏声音。游戏声音小一点，游戏声音很小呀。脸大一点，你为什么害怕我？我也不害怕，好，大一点点，这样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再大一点，我就整个屏幕，然后就要被扣我的主播分数了。然后可以把它挪外面来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不占我太多地方，差不多了吧？不要得寸进尺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再大一点，大个。这样，好吧。可以了吧？好了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一会儿我人脸比鬼脸还大，多可怕，更加可怕了。好吧。新游戏。哎，我去，这个音乐真的很烦，我不喜欢这种很奇怪的音乐的。听太多，我昨天立了 flag 什么10分钟是吗？对不起，我现在拿出手机开始倒计时10分钟，你们完蛋了。拿出手机，倒计时10分钟。不知道看不看到哦？哎呀，我看不到。10分钟，反正就10分钟。同学们，我要开始了。这个应该不用干啥吧？有没有什么？哎呀，声音会不会小一点？好烦。这个有没有什么操作？什么？哎，不管了，来吧。好，我开倒计时了。开始计时，拿出画面出来的那一刹那，你们自己立的 flag 自己要清楚。Hello，
欢迎嚟到逃出灵界点余良之特别篇，我系，等阵先，咳，你可唔可以褪后啲？行得太埋啦，褪后啲啦。我把亮度开高一点，往后退。哦，我往后退啊，好。这个角度得唔得？看唔睇到只手？看唔到系咪？好，咁我由头开始啦。那首先来首。欢迎嚟到逃出灵界点余良之特别篇，我系嘉慧。今晚我佩佩同阿乔会分成三组，挑战以最快嘅速度行完呢条猛鬼街。期间除咗要解决复杂嘅问题，仲可能会遇到一啲超善嘅事。好啦，我已经准备好晒。你有心理准备，我没有。跟住嘉慧一齐。吓？又玩？你仲用紧呢部机啊？咁我去揾线索先啦，等阵你嚟揾我啦。我真的很不喜欢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。后面有人吗？没有。再调亮一点，等一下啊。好了，最大的亮度，不然看不清，怎么可能？可以，我可以后退，我可以左右前行，这可以剪吗？怎么剪啊？F 是手电筒，这关 E 是剪东西。好的，不知道。我们要快速进行好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保存了？看到保存两个字我就懂得它的套路。P 姐你这不就好了吗？给我自己的好吗？需要找到开关，这不是开关吗？开关在哪儿啊？C 是蹲下，可以站起来。我都没叫，
我刚从哪儿进来的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夫的是跑步，谢夫的是跑步，C 是蹲下，我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妈，这门走自己开。香港脚救，香港脚救星，知道什么叫香港脚吗？就非常臭的脚，就夏天脱了鞋，比那个崂山蛇草水更加可怕的脚。啥玩意儿？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，我懂了。同学们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要记住这个地方，就是这里。就是这里，要记住，这上。旋转，仔细观察。哎，钥匙。快自己查看。员工证。钥匙。我长这样啊。赵伟乐。摄影师哎，不重要。今日我这接到了这个报案，说有很臭的味道，真的不是香港脚吗？正想要破门而出的时候，居然发现里面有饭香味。六七岁的小孩子开了门，这个小孩子心有点大哦，还说香港脚就是这里出现的。这个拿不到吗？明白了，I know, I know。要开始找各种东西，妈呀！这个呢，可能就是什么红墨水之类的，大家懂吧？我这个，我为什么是个光头啊？痰盂，看得了吗？我凭什么是个光头呢？这个要冲进来按 E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而且我还得逃跑。不要想嘛，这个 BGM 不要在不适合的时候出现，可以吗？我不想爬下去，我觉得一会儿就要爬。
杀人了我。等一下，让我缓一缓。但是现在你们完了吧？哎，立 flag 了，不要想删微博好吗？大家截图了截图，该干嘛干嘛，什么抄东西的抄东西，做啥的做啥，你们自己心里有点数。懂得吧？我是一个多么胆大的女人。我啥都没有，这不科学。乱抛垃圾，人见人憎，看到没？看到那个？告诉大家，平时就是要爱护公共环境卫生。柜子怎么是坏掉的？不要这么传承，倒是干啥？今天没有录了。番茄酱是一种。熊太大的行为。我该不会转头过去有什么吧？世间分为阴间和阳间，万物就有灵魂，石头有灵气，对。对，事关阴阳跟出现差异，若对遭致严重的后果，我没有想要打破这个差异。对，好了。啊，中间还少了一张哦。可以躲进这柜子里，躲不进去，人太高了。完了，为什么门关了？我刚刚不是还开着吗？哎，哎，我卡住了，哎，我卡住了。
不想走，我卡在这里了，我蹲下了吧，我也动不了。What？ 跳怎么跳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不想动，是我卡住了。我前后左右，我发现这个游戏的一个 bug， 你就是不能够假装蹲下可以去这种矮的地方，但是我卡了，我真的卡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听到我按键盘的声音了吗？啊，我站起来我也走不动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真的卡了，我是走到哪儿来了？你看，我从这儿爬出去了，也爬不出去啊！我现在蹲下了也出不去啊！我的妈呀，我这卡在什么地方了？我重来，我真的是。第一次玩恐怖游戏，玩到这种独档的，我真的是服了！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还行不行啊？我无语了。我看这是，我这看着呢。好的，哈哈。过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！让我回想一下刚刚的画面，然后要干什么？等一下，让我反应。我不会玩到这里，这个游戏都过不去了吧？稍微缓那么一下下，哪有规则？我想的还是什么？我当时想的是，我要这么过去，过去之后我要从那儿蹲下，蹲下之后我要进那个柜子。柜子呢？
可能在拐角处是吧？有一个输入屏，哦，我要把麦声音关小一点。好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麦声音关小一点。这样，好，直冲就看了，不拐弯。好，但是我现在好像有点免疫了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。我是不是有了进步？Hello，你好。输入平安的柜子是吗？哪有个输入平安啊？哪呢？哪呢？这儿这儿这儿，不是他呀！我看到了柜子，柜子！本人，这都。有什么好怕？现在这道门你又不给我锁上了，吼！你看我现在就欢乐的驰骋在这里。我现在去哪儿啊？我现在是不是要回去啊？应该从那个门后面回去吧。好的，还给我指了个箭头，谢谢你哦。我的，对吧？就觉得还行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我走错了吗？没有吧？你看，这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。打开之后一股，哎，我刚路过这儿的时候没发现这张纸吗？这个小女孩该不会就是佳慧吧？我这还要过去吗？还是要回去？调调麦，我麦好像调小声了一点，因为我这个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自带的麦，我再调小声一点哈。这样呢？喂喂喂喂喂喂，OK 吗？有没有小一点？再小一点。我没有带麦，我这个是。这个是笔记本自带的，不是声音问题，真的，是炸麦了，炸麦要怎么办？炸麦不管了，先这样吧，好吧，暂时先这个样子，暂时来说，我们就先做个样子。所以这不是我刚来的地方，对吧？我刚来的地方，我也记得好像不太像这样的。对不起，你走，再见。那还正常，还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不是，他怎么能那么淡定的从那出去呢？
需要钥匙，需要开始找钥匙。对，把门关上，怎么那么黑？把门关上，他是不是就看不到了？我找钥匙，钥匙。是在哪呢？没有钥匙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钥匙啊？钥匙，没事，这推拉门感觉挺厉害的哦。所以一会儿万一他来了，我就要把这个门关上，把这个门关上，从那个东西钻进去，钻进去之后，去往来时的路嘛。好的。普通的铁锤，我觉得它不是很普通。我现在可以把铁锤拿手里吗？拿着，拿不动。用铁锤来敲那个东西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敲掉？我觉得是的，都不用找钥匙。酒瓶没了吧？这还是暂时没有用。那你给我搞个这个标志是干啥呢？还有什么地方有东西啊？哦，还有这发电机，这下面呢？多少？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钥匙呢？奇怪了。发电机是干啥的？需要工具来发动工具，我刚不是有铁锤吗？工具，先看对面那个门能不能用那个扳手把它敲了啊？哪个门？那门呢？门呢？门是哪个？对，敲开它。好的。何大夫前几日在贵店定制的假牙品质上乘，老人中心的伙伴说，但是真牙重新长出来，还未定制的假牙哎，我重新配。牙医哦，这是不是那个就被说是像凶手的牙医？好，有种古代的感觉，哦，不是古代，就那个时候的感觉，这些东西也开不了。这个扫帚像不像可以扎的那种双马尾，就可以扎成这样子。我怎么能欢乐呢？嗯，这里为什么？宋生与如明两个小朋友的名字。这牙医，我看到这个，我觉得给我的心理压力更大。你看这些牙，我跟你说，
我的妈呀，这牙齿的样子，天哪，太惨了！大家一定好好爱护自己的牙齿。奇怪，我来这儿找啥呀？啥也没有呀。没东西啊，那回去了。木板暂时没用啊，我要触发什么东西吗？哪还有个门？哦，还有个门。Oh my god！等一下，让我思考一下。没事没事，这故事一种饭。我觉得这个男主的这个影子更可怕，好吗？我都无语了，我已经无数次的就是心被那个影子提起来叫了。关于牙齿生长的重要吗？没想到祖传的手艺会用到什么身上？自己身上吗？不管。嘿嘿，这上面不会睡了个人吧？嘿嘿。这里有个柜子，请问这个柜子可以进吗？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它保存呢，妈妈，哼。我思考一下整个操作。我开始了，我不知道不，我感受一下，这过来从这儿过去要，好，好，我喊你可以，我可以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怎么进柜子了？呀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！我以为我一打开会有个什么东西等着我。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吗？那好奇怪哦！我并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刚发生了什么，我没有看到哎，不是刚，我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你们是不是被吓到了？耶，我没有被吓到，因为我都没有看到。坐远一点，要来了是吗？那就走到这儿的时候，啊！我的宝贝，再见！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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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好，
本人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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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，是一颗蓝莓。无事发生，这一切。脚步声会引起注意，蹲下慢慢移动。哦，谢谢你提醒哦，真好。人呢？没有人啊。辛德这边。哦，吓死我！等等等等，这个声音听起来还是蛮亲切的。没有呀。为啥？哎，这边是不是我刚刚来过？哦，没有来过。哎呀，哎呀，他是不是在那边行走啊？哎呀，我的门在哪？哦。妈妈，我看到他了，我先走了，大家再见。让我思考一下。让我思考一下。吃两颗就舒服。一会儿还是可以来这儿，没事儿，他只要一出现我就来，先蹲着。没事，我现在要仔细的观看他的脸庞，就看到麻木为止。看着看着就习惯了。哦，他在哪儿呢？哦，他在晃，他过来了，看到了影子。所以我要趁他不备走过去吗？我的妈呀，为什么要过去啊？就明明知道那边有问题，我还过去，我是有病吗？他又来了。对，我要去开那个发电机，我知道我要开发电机，我现在是不是还不能打开手电筒啊？救命啊！我在这儿卡住，啊，他和他的手电筒来了。不对呀，他一直在这儿，我根本就。可以开，可以开个。不能口吐芬芳，嗯。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好，还好，粉底挺白的，那嘴唇画的和我红的有一拼。我看一下他过去之后过来要多久啊？好的，他现在过来了。好，他过去了，我也过去。我就在这蹲着，他看不见我。哇，他怎么不对？不啊啊！等一下，他没有过来，我吓死我了。哦，
他只会走那一条路，我发现了。缓一缓，不是，玩在后面不是不被看到的吗？重来，等一下啊！我懂了，明白了，我可以。不是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要过去干啥呢？那边刚刚看了好像没啥吧？你看，趁他过去的时候，你还是再过来，再过去吧。好，他走，我跟着他走。我蹲在这里，是吧？这里他看不见的呀。让他又回来，那回去啊！我们从这看他的身影了，这我们就冲。这有啥呀？这有啥呀？你告诉我这有啥呀？这不是啥都没有吗？我就问了，这到底有啥哈？完了，我过来了，我回不去了，真开心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们了，还真有东西。某个机器的把手，哈，好，冲啊！你看不见我，停下，好，缓一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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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一欢呀！哎，他过去了没啊？他人呢？啊，好在这儿，再拿回去啊，再拿回去。走呀！快点！你现在速度怎么这么慢？哦，我们是蹲着的，因为还不能抬出声音。不好意思，战术性的。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好的，我现在知道我要去开那个发动机了。而且，那个声音应该会很大，是吗？它就会来，是吗？所以那个木板要堵门了，对吧？我思考一下整系列的操作啊，让我缓一缓。来吧，同学们、朋友们，上。但是有问题，我应该是把这边的门给关了，对吧？这个木板，好的，暂时没有，我知道了。这是发动机 ，Oh my god！ 哦，木板在这里，门在那里，来吧。哦，对，我先关门，对不起，这人脑子不是很好。
我有个问题，我在薅那个的时候我动不了，不是我不想动，是我动不了。来，我们把游戏声音关小一点啊，这游戏声音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是我炸麦还是他炸麦呀？你们这个是人是鬼得分清楚一点。我炸麦呀，真的是我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叫了，我再也不叫了，我不叫了，我居然比鬼叫还叫得大声。真的太有辱我了，但奇怪，我真的动不了哎，刚刚，我真的已经免疫了。我先关门，对不起，忘了。先关门，然后去开发电机。开了发电机之后，我就要去堵门。问题在于我现在拿不了它，你看，暂时没有用。但是我在开发电机的时候，我也动不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如此之淡定，而且这有什么破地方？走不动，只能走那个快速的爬。这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，我就觉得人生中不是特别的。啊，对呀，鬼只能走，他也不会跑的，怕啥？我电话不是这铃声，我电话从来不开铃声，随便响，当然不是我电话，不会接。你看这建模出现了问题吧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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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看，从这也可以看到它上下几层全部的结构。啥玩意？不要那么着急上去，好吧？我们先把下面看完，我下面真的没有什么直接的上去，好烦哦！你让我接电话就接电话，你谁呀？电话是我的，我想接就接，不想接就不接。这是一个厨房，我记得这个坑，我还可以跳下去吗？应该可以的吧。你是边个？嘉慧佢？听住，佢而家唔系嘉慧，你一定要揾到嗰个阿婆嘅屋企。想留翻条命嘅，就要快啦。
寻找阿婆的家，找到出口。一般来说，这种香港的这种鬼故事里面，好像都喜欢有一个阿婆。一般来说，还是那种都会神神叨叨，会告诉一些就是那种很厉害的啊，什么什么的那种阿婆，有一种阿星的即视感，阿星说话的这种。我觉得我要先找个柜子比较一下，体谅一下主播。柜子，看到没？置物谋杀，千万要小心！哇，搬砖搬屋，双人150块，你以前那么时候就150块了，这么贵啊？绝不加价。我以前还叫过那种货拉拉那种类型的拉车，那搬东西。这没柜子，真假的？儿童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上。对，糖水梨想吃，想吃那个煮的那个糖水，梨子味的糖水，冰糖雪梨，再加点枇杷什么的。需要接通3个电源，电源呢？在这儿，线就是3根线，被锁住了，需要工具。好的，找吧，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小朋友，金格里亚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没有哎，这线没有哎，电话也没有哎。对啊，他那三个线就是要进那个门啊，钥匙在哪儿？每一天都在找钥匙，烦死了。就这个门，看一下这个门，铁链，那就是要找扳手之类的，对吧？这有吗？打开。这种什么地方？这找到了，对不起，是我眼瞎 ，sorry。唉，真的，找朋友这首歌真的蛮吓人的。有时候就听那种小朋友那种童年无一般的唱法，站出去后退一下，洗衣粉。白兔排兔排洗衣粉，一洗就白。喜欢吃大白兔吗？本兔就挺白的。嘟嘟圈，你看这三个开关像不像三个那种路人脸？动，你看，这个角度。再把我的脸P到上面去，是不是一样？那种无辜的，我慌我慌，我都不慌，你慌啥？啊，这个门一会儿还可以放起来吗？哎呀，拔萝卜！哎呀，哎呀，拔萝卜！非本公司员工，请勿进入。孤独占据了空气，捕捉不到半点的休息。出片柜子！我这只是战术性的体验一下感觉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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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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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歇一歇歇一歇歇一歇，脑壳疼。吃两颗杨梅。啊，不是杨梅，这蓝莓，对不起。
助脑明悟。不慌不慌，哎呀，这写的身份证，佩佩，诶，为什么你拿？我刚刚还在想，为什么一拿上来就看不清了呢？这个 PS 的技术啊，那个旋转用的挺好的吧？哈，那个旋转键应该后退撤销一下它的那个什么。好，拿着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上面这一坨东西，该不会就是……没事，无事发生。柜子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好。本人已经 get 到这个游戏的精髓。厉害吧，熟练吧。唉，行云流水，专业到不行。结果这游戏玩完之后，我都不知道佳慧到底长啥样。继续，好，柜子在这儿，只要进就可以了。好嘞，这个那边打开了对吧？这第一个电闸对吧？好，第二个来了，这根线的去了。我们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们蹲着啊。哇，我这个不祥的预感简直不祥的太对了，看到那一双腿。我太猛了，本人牛。我先躲一躲，哇，他怎么朝这边过来了？我先看一下他的路线啊。他会绕到这儿来，哎，从那儿绕过去，我在这儿应该不会，然后在这儿停顿一下，往那边走，所以他得往那边走的时候，我就得去把那根线的搞完了，是吧？嗯。我看一下他往这边走会走到多远哦。哎，好的，他停在这儿。救命啊，为什么还要跟他的脚步往前移动？我的妈妈呀，我去，这个线在哪儿呢？在这停一下。好，我也停一下。我回这儿停一下。好了，我也停一下。哇塞，我想，哇塞，你怎么往这边走了，同学 ？Oh my god！ 哦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原因是从那边过去了。他明明没有发现我。缓一缓，缓一缓，这是游戏的问题。我明明没有被发现，我明明是跟他走过去了之后，明明没有到那，他非得吓我那一下。
啊，缓一缓，补个妆，对不起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也没有什么心情搞一个漂亮的头。啊！见我的颅顶怎么那么低？就这样吧。好的，开始了，同学们，我已经 get 到了。我们先找到他啊！好的，他在往回走了。等他往回走了那边，等他再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去啊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迈着他冷静的步伐，婀娜多姿的过来了。我懂了，等一下啊，我缓一缓。本人真厉害，我爱桂子。好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，潮昌肉丸、牛肉、猪肉。好极肉包，大哥稍微有点饿，有点想吃，要不要先点个外卖呀、啊？屠宰场场的送货清单，要不给点个什么吃的？看一眼哦，嗯，吃啥呢？晚上吃烧烤，点个烧烤，还说吃，又有点想吃那个，有点想吃那个，现在八点多那个，吃什么？你想吃啥？吃个什么豆花酸菜鱼、石锅牛蛙，感觉不错。秘制什么烤肉，就不甚想吃烧烤。要不吃个点个啥呢？一屋红糖煎瓷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吸引我，点一碗。然后再点个啥？我先把加进购物车，一会儿再点。一会儿想这家店开到几点？开到8:55。应该没问题。蛋糕、土豆片、铁板鱿鱼，想吃那个石锅牛蛙，红烧肉也有点想吃。酸菜鱼有点想吃，说吃酸菜肥牛还是吃酸菜鱼呢？酸菜肥牛和酸菜鱼，来弹幕开始。肥牛，酸汤肥牛和酸菜鱼，肥牛鱼，肥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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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确定了。别的还有什么？
像就没有什么特想吃的，就那只烤肉我感觉一般，杭三鲜芋奶烧肉圆，甜豆杭椒小炒肉，糖醋里脊，水煮肉片也有点想吃的嘛。糖醋里脊和水煮肉片你觉得怎么样？糖醋里脊还是水煮肉片？但水煮肉片是不是又和酸汤肥牛感觉差不多？水煮肉片，水煮肉片，里脊肉片，里脊肉片。我看一下我点了些啥，辣的多就点个糖醋里脊，不辣的多，就点个水煮肉片。但有点都想吃，怎么办？糖醋里脊吧。好的，因为点了辣的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先摆着。我们继续，对不起啊、哦，回归正题，回归正题，回归正题。我先，跪在这儿，先行进。哇，刚那张脸把我吓到，那是我自己的脸吧？那是我自己的脸吧？不是，这游戏在佳慧不出现的时候。本人自己的脸都比其他东西吓人，哎，我真的不理解，我不能理解，我怎么有一张那么面无表情、那么漠视的脸出现在这个镜头面前？我今天看了这我的摄像头，觉得我的头发没有洗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点的过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啊。连还能看就行。完了，我要回去了是吗？关于回去，我有一个战术性的建议。其实我刚想到这一招，但是我以为是我要走进那个房间之后，就是你至少你得让我先进去，就是假装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息之后，我当时想的是我就根本就先看一下他大概在哪，然后我直接冲到那边那个柜子里去。我已经脑补了整个完美的过程，我无语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回到了这里？回到这里是我刚刚那些都白做了吗？生就是这么的无常和充满光明和希望，没有关系，我很好，我很 OK， Yes OK， Yes OK， 一点都不像 OK， 我的妈呀，重生计划啊！世界最后只剩下矜持和自由，而我们人舍命相救，真的是舍命相救啊！这颗冰晶星球，命运最后。等一下，我开战术性，先等他出来，等他过来。等他过去，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，我本人。太淡定。唉，啊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肉丸。好，我也知道了。我没进去，我没有想进去。暂时期间先进去一下，好。好。要来了是吧？我横着走，本人谁怕谁呀？倒退着走，看着柜子。来呀、太牛，就是我本人，太稳。好了吧？啊？不会再来一遍吧？这种没被发现的这种东西应该过了吧？喂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吗？但刚刚那一轮就是我蹲着出去之后，他就来了。他在那儿，看到他了，我们先回来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人呢？安全起见，我们先回去，好吧？我们。先回去，我缓一缓，让我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好的，好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这边灯咋关了？之前不都开着吗？唉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唉，我现在知道套路了。那第三根线的地方，也一定就是需要我冲进去，首先进柜子。现在我找到佳慧人了，人呢？人呢？慧慧子，你在哪？看到他了。悄悄的，今晚想你这里，不要想。对，不要别过来呗，看一下这个路线啊。要向人和人提起，不保密。我去，店长怎么能在这儿呢？这要怎么跑啊？救命啊！等一下，我缓缓，我缓缓，我缓缓，缓缓，缓缓。
知道了呀。我先缓缓缓缓缓缓，先出去，先出去。我想想啊，秦王绕柱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他的路线。首先，我不知道他从哪边来抓我。让我思考一下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懂了，这个店长真的过分，这个真的过分。看着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原来打开它是不会弄到的，只有我站起来跑才会，是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以为我一打开那个电闸，第一时间就得跑。我现在要从第一个开始，是吗？本人熟练到极致，我本人。找我呀！悄悄的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观察一条另外的路线啊，你们。我看一个另外的路线。他如果从这儿过来，还得走哪？我如果一直堵在那儿，会不会被发现？我在这儿就不会被发现了，是吧？我往前去一点。我在屠宰场的这儿等着，也不会被发现，对吧？这儿是不会被发现。然后他朝那边去了，那个电闸在右上方。但他走那儿的时候就很危险，我还是得从那边绕，不行，还是得从这边走。我在这儿应该也不太会被发现，因为他不会走到这边来。但是我这边就还是得从这边走嘛，这不讲了啊？就是我开完之后往哪边跑是个问题。好。让我想一想啊，给我一点时间。他从这边绕了之后，他会走到这儿来，在这儿停。
再看一遍啊，他从那边走，而且在那，他往这边走，我从这儿走到这跟前，我得跟着他的速率走到那里，然后蹲在这里，好，他会停在这里，明白了，下一趟。战术性逃跑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跑不掉呢？明明他从那个桌子的那边来追我了吧？我从那个桌子这边走的吧，对吧？哈，这样子怎么着我都可以穿到那边的柜子里，对吧？我生气了，这不是可以即使他发现了我，我也可以躲进柜子里藏起来的这种情况吗？人呢？你来了，哼，你走了，哼。我们先去开第二个。又来，我马上就要跑进去了，对吧？马上就要进去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直接从左边走，直接从左边走，从左边走。左边走，左边走，直接冲进柜子，对不对？等等等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我回头干嘛？回头了吗？刚刚？我直接跑回这里了。好，我想到了一个另外的路线哦，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路线。看到现在，我家伙已经完全不吓人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能怪谁？能怪谁？我明明进去了，都关门了，
凭什么 ？Why？ 我还没掉进去。不是，我不会就卡在这里吧？我现在真的已经免疫了，哎，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就这个声音的音效会突然间吓我一跳，但实际上就还好了，对吧？电闸拉了直接跑，嗯，说得很好。好的，再来一次啊。蹲着开不了，开了就跑啊！行，行，来着，开了就跑啊！就跑啊！打扰了，我在这撞上了。不需要跑。哎呀，8:45了，我要叫外卖了，不然那家店要关门了。酸汤肥牛和糖醋里脊和那个水煮肉片，三个给我选两个呗。是酸汤肥牛呢，还是糖醋里脊呢，还是水煮肉片呢？肥牛，我也舍不得糖醋里脊。肥牛和里脊。好吧，好吧，还是肥牛和里脊 ，OK， 还是肥牛和里脊好了 ，OK， 下单。嗯，听见风吹落，心一首渐行渐远的歌。云朵很寂寞，如我说天空没有尽头。风的风格贴着风格的路口，微笑等着时光运走，是你的背包温暖了这孤单季节，回想的心愿是我们今生所有纪念，所有回忆在手里面。哎，我三个都不是打开了吗？我还要回去啊。哎，嗯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直接蹲下走啊？我怕出现刚刚那种情况，就是我一出去就触发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先触发一下吧。没事，缓一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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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
叫战术性撤退。他过去了。我缓一缓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好，看了一集番还在这呢，咋掉了？刚有保存吗？没有保存。哎，我三个都已经开完了，对吧？完了，我不是完了，我回去开门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才是不祥的预感，我把它蹲着过去吧。它是自动保存的，你以为我不想存啊？我想把我的每一步都存下来。这是没有柜子，我记得。耶，它可以开门喽！该不会你这个一开了门就给我出现什么东西吧，同学？居然没有显示保存，那就说明没什么好怕的。可以关上吗？佳慧不是在后边吗？制衣公司，这里有些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我们要往这边走。嗯，你看地上都是垃圾，这是不行的。哎，这不堵住了。翻不过去啊！翻不过去啊！我下面过去吗？也过不去啊！下面哪有下面？这个门开不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不起，主播眼睛不是很好。对不起，我本人。这个时候据说没有什么吓人的场景，大家可以开始走剧情。唉，慢慢，长夜，一条长长的。我这根头发怎么情况？等一下我看一眼，我为什么这有一根头发单独的飘在这里？不重要，下水道很安全的嘛。我有蜘蛛吗？我昨天不是看到那个什么，就说你有一个宠物蜘蛛。等一下啊，一阵风。可以走快一点，这个好适合用公演哦，什么迷雾当中的灯塔指引着大家前进的方向。黑是黑暗的地方，才看得到最亮的光芒。我又要吃饭了。我愿用尽全身的力量。这里还有一个捕梦网，那捕梦网给你拿，好像缺了点什么。捕梦网，化作刺陪着永远的破晓晨光。Oh my god！
便先接个这个吧。上面写着一些古文，后面画着很奇怪的图案。哎，那古墓网插一个环是吧？插了一个东西。好的，这就是那个。OK，I know， 我要去。我先找个柜子可以吗？这里还有，哦，我不是很喜欢这种东西，太打扰了。也没啥，没关系。我只想找个柜子。完了，这里又有一道门。这个门一看就是那种需要点力气。通灵女，我看有人说通灵女，你们知不知道通灵王要出新的了呀？我的天哪，那是我的童年哎。Oh my god， 这个东西放上去之后应该会非常的嗨吧？有没有需要逃跑的东西啊？这有柜子吗？没有。算了，直接放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其实没有那么胆小，就还行吧。一会儿可能会出现什么，你们胆小的自己捂一下，好吧？我可以捂住自己的双眼，你们捂不住屏幕。还移动视角，嗯，跌打。发生了什么？刚发生了什么？刚刚是什么东西掉了吗？我没有看清楚，我真的没看清楚，刚做啥了？刚咋了？哦哦 ，Hello， 呢个系子墨。太搞笑了，我想到了跟我吐槽的这个东西，原来在这里。Oh my god， 这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呦，这个 PS 搞得没有东西眼球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第二张为什么没有啊？我少拿了第二张吗？还是要之后才有的？很尴尬呀，我作为一个强迫症，我不会真的是少了第二张吧？完了，在刚开始呢，你是吗？完了，我的强迫症来了！我怎么能没拿到第二张纸呢？我的天！天哪，好难，好不爽哦，就很难过哦！我还回不去了，我知道我回不去，就是因为我回不去，我才很难过。哎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难过哦！为什么没有收集齐？嗯，我好焦躁哦啊！要重新来哦！不行，不能重新来。刚刚那边打了三遍才给我打了，我脑壳痛。哇、哦！算了，先这样吧。一切都没有关系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，你假装不知道。嗯，好的好的。这边我刚走过了，那个门能开吗？我去，这玩意儿也拿过了，我不会知道一会儿戴头上吗？哎，这还有一颗啊！好的，懂了。我懂了，该不会是要自己挖给他吧？应该不用。晋升球的天天好，
天后宫，点香永保事事顺，真的。好运来呀，美好在这儿哦。我觉得一拿就要出现什么东西，你先拿了吧。然后就装上，就可以打开那扇门了。我该不会又要开始什么逃跑战术了吧？一靠近这个门的时候，好，没事。哎，你看，哇，里面好多种我不喜欢的头。禁止标点标贴，就是这个画面怎么感觉一抖一抖的，是我的手电脑问题还是他故意做成这样的。提子汁，哼，我有蓝莓可以吃，还新鲜蓝莓，还有樱桃可以吃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要进去是吗？我先看看这几个头可不可以拿。OK， 你看上面还有血手指的痕迹。请经常保持公共地方的清洁，没错，我们都是遵规守矩的好市民。找 double 的家 ，I know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一直都没有忘记。这个是什么？找到回家的路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阿婆的家？刚刚那扇门是什么颜色？是绿色的，这也是个绿色的门。这个呢，也不是，没有提示的门都是假的。哇，真管子，这个会戳死人的。这柜子可以进吗？请问，不可以。嘿，没事没事，柜子就是个可以进的柜子。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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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的就是柜子了。太好了，等一下，柜子在哪？在这儿。入嚟啦，细路。你让我进来，我就进来。你是谁呀？婆婆，呢度发生咩事啊？不是，我专门换了视线再把门关上，你是傻吗，男主？家卫佢好唔妥啊！后生仔，今天是7月14，如果是8月10，我就是月圆之夜了呢。关大月圆之夜，你就可以一起吃月饼了呢。婆婆，举杯邀明月，对饮成三人呢。今次唔系村东冒犯咁多位，只有把酒家卫一旦正常翻，我哋就会即刻走人噶啦。咁就要睇你哋嘅做法啦。台面上有几道黄符，你攞去。我的妈呀，这道具已经难用，躲柜子用都难用了，你还用黄符？佢都系时候要走啦。每逢盂兰节晚，国钟敲响八次嘅时候，佢就会过去隔离单位。准备反送，等我翻去。你要趁佢喺房嘅时候，将道符贴喺大门度。我忘了没注意啊。无论佢讲咩嘢都好，都
千祈唔好开门啊！戴上皇符，你看嘛，有成就，会不会收集起那几张纸就有成就？我就少一张，还第二张就少了，我是个呆子吗？哦，阿婆。哦、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现在要干啥了，我要干啥？嘿，哇，群芳社哎，几张黄符，还有什么？一把钥匙，江说是干嘛？我把什么东西玩意儿调了？什么把黄符是来在家里的？嗯，婆婆不见哦，吓死我了！有婆婆不见了，对不起。是我想太多。哎，这个家进去，哎，这个灯也打不开。哎，我要从哪儿出去啊？跳出去。是我想的太多。太好了，先战术性的休息一下，对不起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消息。唉，这游戏玩起来很耗脑。嗯，我的黄符。黄符应该可以直接按吧，不用自己搞吧。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地方？午夜十五之前，我掉了一颗牙线，牙线不是很可怕的吗？还说可以带来好运的。刚刚说妈病了，这么吵的，我总是在睡觉中陪我玩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一看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手柄，有根绳儿。这就是以前那种什么拉帘子的时候。灶台怎么会在阳台上？花开富贵。嗯，突然间嗓子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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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干嘛啊？现在？哎。咦，洗手印，你看我一进去是不是就看到自己的脸？可不可以看到？哦，把灯关了，更看不到。算了，嗯，男主的脸还是个光头，没有什么好看。锁住了。这里有个架子。这里应该可以看清自己的，没有，他就是不让你看清。哦，找到了一个新的福利院的小山，开了很多小白花，也带了一朵今天穿的纸衫的，嘿，纸衫的裙子，不好意思，我叫纸西莫嘛。躲在架子后面，架子就是这个架子嘛。上面还有很多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准备好。6:30买菜，8:00的时候就会回家煮饭了，对吧？唉，妈妈，8:00是要回来煮饭，然后躲起来。你们说的很容易躲起来，哇，怎么躲啊？躲哪儿啊？哎呀，头疼，脑壳疼。
柜子呀，柜子在外面。躲架子后边，架子在哪儿啊？这儿啊，躲着。没事儿，先死一次试试吧啊！同学们，我要挂了。Oh my god！ 每一次说秦王教主，你们都觉得非常的 happy， 是挺 happy 的。我当然知道整个流程，就把他吸引进来之后，我去关门啊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出去啊，然后再把那个门一封上，是吧？多简单啊！先死一次试试吧。唉，瞧瞧，唉，太简单了。主播，你双手离开键盘，你们自己准备啊！我不会顾及你的。我明白了，对不起，我明白了，我懂了，好的，我可以的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要躲着等他进去，然后我蹲着出去是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嘛，蹲着出去是不是？好。把该拿的东西都拿了。好。这里他一会儿会去客厅。他蹲着出去。我就要看着他进来，然后先把这个看喽。好，灯开灯下，我的颤抖的双手。
不该出去，妈妈。可以开手电筒吗？我再躲一会儿，躲一会儿，躲一会儿。让我歇一歇。我知道了，直接冲，怕啥怕？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给我等着，怕你干啥啊？怕你？你谁啊？等一下啊，我先看一眼啊，柜子在这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思考一下下啊，一会儿观察一下路线，好吧？就是先不着急，大家不要这么着急啊。我们先把这一系列的完成，然后我们先观察一下路线。好，先躲一下。我现在就可以去柜子是吗？我是傻的吗？我是。还有纸，忘了，少拿了一张纸。没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观察一下路线，那我先看看路线。我先出去进柜子可以吗？他会进这个门吗？不行。我要疯了！不是我。我关门，门没关好，没关上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来不及对吧？我这个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
我这样子恐高，我也不怕这个脸，我只是有点紧张，就是小紧张。我知道，真的。谁？是谁告诉我？刚刚钟响的时候就冲去外面的柜子躲着了，是谁？正面突脸。是哪位厉害的朋友啊？我所以到时候我出来之后门在这儿，我当时刚冲出来的时候我咋没看到那门呢？我按到哪儿啊？我得这样关是吗？这样不是把自己关里面了？这样关，哎，这还是在里面啊？没事，再死一次吧，好吧，我们再死两次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啊。气死我了！慌啥呀？怕啥呀？又绿了，我再不过不了，我就要去搜攻略，逼我。我先感受一下他那个路途啊，哇，这么快的啊！然后呢，他去厕所转一圈。人呢？Hello， 原来在厕所是会被看到的，唉，他跑过来的样子是挺性感的，对不起，而且是这样跑的，唉，我今天就把这里过了，我就下播。
结果发现今天都过不了。身材好，穿旗袍才好看。你们知不知道穿旗袍对于人的身材要求是非常高的？哇，我不会这过不了吧？风评被害，主播技术主播风评被害。不过，各位老板们已经是听到我的尖叫，表示全程没被佳慧吓到。被我的耳膜，被我的什么冲击波震伤耳膜，对不起。我有个问题，我蹲着出去，我想想啊，我但是我刚那么过去就被他看到了。我的脸吓死我了，是真的。我怎么贴符啊？我现在一出去就得贴符，是不是？但有个问题在于，我没关门啊。我也没贴符啊。我该不会一出去就死了吧？那我真的是很……我也没关，也没。不是门，门在这儿。啊，我先歇会儿，先歇会儿。先歇一会儿。我现在脑壳有点疼。门一关就贴，我是不是还要拿出来的东西吗？直接按就可以了。没动静的，进去看看。你让我去，我就去啊！你让我去，我就去呀、啊！还不是得去？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我真的不想开。对你没兴趣，佳慧，喂，婆婆，婆婆，你开门呀，婆婆，
我还站着。嘉慧，你见点啊？醒下。而家佢终于走咗。谁说话？放心啦，你朋友已经冇事，佢好快就会醒翻。Yeah. 之后，我同嘉慧就离开咗城寨，点、都冇再翻入去。亦因为呢件事，我哋变咗做情侣。系情侣。不过嘉慧因为惊吓过度，变情侣了。这个行为太过于草率了啊！喺老细嘅安排之下，我哋调离咗外，也只能互相变为情侣。一直留喺 office 做嘢，也不能再祸害第三个人。就咁过咗三个月，喺四日之前，我收到嘉慧一则奇怪嘅 message。之后就点都揾唔到佢。呢几日收咗工，我都会继续留喺 office， 希望可以揾到一啲有用嘅线索。这什么神器啊？去买罐咖啡，整理一下思绪。我为什么要整理一下思绪？办公男女生活，亲爱的大佬，哎呀，我们的灵探节目鬼屋什么东西爆科组，那么晚不睡觉，香港这样子吗？你看发了之后都不回，哎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家伙完蛋。你在家吗？我去你家附近等你。家伙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不想接你电话，这种就是已读不回，哎，太长了，下次再玩吧。没错，刚自动保存了吧？应该。先结束好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的外卖到哪了？送达了，我的订单已经。太好了！直播间大家要转战一下视频聊天直播吗？我们的游戏直播到这边又结束了，从游戏区乖的各位大佬们、各位观众老爷们、各位亲朋好友们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停留个五分钟，让我下去拿个外卖，换个频道变成视频聊天。然后我们的吃播唠嗑环节就要开始了，正好让主播清理一下自己的双脑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去拿外卖了，同志们。我刚应该保存的吧，是自动保存的吧？啊，可以选择章节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先把这里的直播关掉了，好吧？嗯，一会儿再来，五分钟之后，咱们视频聊天，娱乐区视频聊天节目再见。拜拜，你们先打会儿牌，斗会儿地主。